冰河改马修，我是想说排珠那边要靠冰河的伤害打过去，怕打不死。星矢没童子稀哦，我觉得现在不要玩星矢对了啦，星矢现在都我觉得不是很强啊，玩起来有点痛苦，不太建议啊，不太建议啊，当然你要玩也是可以的，除非你就是真的对这个队伍有爱，不然现在是哦，你看那个木珠量给他吸狼哦，这个木珠量是怎样，哇，露西我觉得倍率有点低，露西呢你可以试试看啊，说不定你改过。哎、欸，这个木珠到底是？哎、欸，剩两回合哎、欸，那我这边是不是可以直接开爆发打死？直接来好不好？打死！靠你的冰河，开铜武加冰河应该打得死吧？没理由打不死。这个是在抓痒是不是？挠痒痒，真的是挠痒痒。来喽，各位观众，一个。两个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转那个333就好了，因为我转直牌六 C， 我怕天降会卡住，但我转横牌，我转横牌33 10C 版，我是觉得一定打得死，我是觉得一定会一定打得死啊，我觉得。试试看吧。如果转六 C， 我怕天降全部卡在一起。你看，感觉伤害是一定够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一个地方呢，先洗个一回合，好，先洗。再洗，然后呢，把它干掉。天降一组，然后再来这个无鼠这边哈，我自己觉得啦，直接来好不好？还是再洗一回合，我们洗一回合。哎呦，这个更好，这个更好，这个版面更好。射手坐之剑加这个吸哦。完美，转完我看的我都湿了，完美，只能说完美啊，16亿，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多开一个这个会比较稳一点。刚刚就没有开铜虎嘛，对不对？
这样子够了吧？刚刚更新嘛，刚刚没有开铜虎更新，这样应该 OK 的。好来，OK， 天降两息，感觉应该是够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一看我就知道够了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回复力减弱这个地方哈，我们直接开星矢的一技加二技，直接带走，好不好？这边一定要一波带走，肯定。还是直接打得死，感觉打得死，因为他两亿嘛，直接打得死吗？我会怕打不死，还是开这个。OK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王一哈，王一，你们觉得怎么打比较好？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打？开星矢一吧，应该是开星矢的一，星矢一加，要加冰河吗？冰河一加星矢一，就这样子。哇，那么痛啊！这么痛吗？我洗，好像不能洗。欸，这个回复力是不是降低啊？紫龙一加。冰河，欸，现在回复力是降低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啊，回来吗？我两组新珠回不回来？两组新珠，一二三，三组新珠，三组新珠回得来吗？我觉得可以回得来，我觉得可以回得来。等一下，欸，回复力降低，怎么感觉没有感觉啊？为什么无感呢？你没有发现吗？回复力降低，可是无感欸。没有感觉降低啊。罗志祥约炮影片公开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是是是是是，是不是 bug？ 因为正常来说，他左上角的那个回复力降低，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有？就算转到升华星，那个减到剩10%也不可能回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很奇怪啊！差不多了啦，应该是技能跳了哈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开这个几个技能呢？一个技能、两个技能、三个技能、四个技能。啊，一个技能，啊，两个技能，啊，三个技能，四个技能，有要开西欧吗？再开西欧。好啦，星矢临时通关。哦，星矢队的爆发还是很可怕的。我这边还不错啦。